信台。大新银行证券服务地下交易所直播室，是由为客户提供崭新选股工具的大新银行流动证券服务赞助播映。翻翻嚟節目時間啦，咁啊見到區內股市咧仍然都係繼續弱啲啦，南韓股市方面啊跌緊就超過3%噶啦，港股呢度咧就仍然咧都係喺27,000點留下嘅。不過我睇 A 股咧今日就個別發展喎，雖然咧就三大指數都要低開，但係咧譬如我睇深證成指、創業板指數呢啲咧都略為咧叫做有升，係隻上證指數咧而家暫時咧就跌緊14點，仍然咧但係都守住喺3,000點樓上喎。其實睇上個禮拜 A 股咧係十分之強勁啊，累計升咗成4% 上嚟，因為投資內地股市大家都知道啦，其實最緊要除咗睇盈利之外，就睇政策啊嘛。咁好明顯就依一兩個禮拜方面咧，個政策係非常之密集啦，差唔多日日都有人出嚟講嘢。咁啊，主席嘅週末都有再講啦，就係即係又要即係穩定經濟，同埋亦都係咧就話越壓咧，我哋就要越強啊嘛。咁好明顯就係、是。